你怎么来了？你才跑多久啊？就累成这样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不是答应要陪你训练吗？说到做到。我都训练完了。那要练不练啊？不练走吧。不练了，累死了。 舒服吧，给你友情价，一次80。你朋友应该免费。再加20啊！哦，疼，你小心点儿。